他出身贫苦农家，通过高考改变人生轨迹。我比较喜欢一些创意性的工作，我喜欢挑战。他放弃稳定职业，一切从零开始。我的成本就是200斤海带90块钱。他在事业上升期急流勇退，架起世界第一玻璃桥。这个时代呀，是一个让有能力的人、有想法的人大胆作为的时代。美好时代，本周三晚9:10播出。